汽车自行车双九八，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大家好，我大刘，今天发一个库存的视频哈。这个视频吧，就是我和老大上桂林之前的头天晚上，就学着硬饿着哈，出去俺家开个宾馆啊。学着的感觉我不带他哈，那个上桂林哈，他反正心里就不得力，反正就找事哈。所以说就是弥补他一下哈，手心手背都是肉嘛哈。作为我来说，我就得三孩子哈，我就得。反正都得考虑到肉，决定看看学着把我坑留多惨哈。看视频。老板，你能不能带我去住个酒店？你去住酒店干嘛？你带哥哥去，桂林，你为什么不带我去住一个酒店？爸爸，我说爸爸，你带我去住一个酒店吧。已经到酒店了哈，还行，高不高兴？高兴。来，我们开始吃饭吧。那我们今天吃什么？吃关东煮。今天非常简单哈，两瓶啤酒，这在那边弄的关东煮哈，还弄包火腿肠、小辣条，这边还有两盒泡面。小翟的，今天想出来走去了哈，必须得满足他。光他上桂林也老不带他，是不是？必须得满足他一个愿望啊！可吃了。哎，还可以啊。哎呀妈呀！这边在酒店了哈，大包带东西，还是。一边吃一边喝的，一边拉着管哈，那是一种享受。这绝对比在饭店的哈，吃的有情。碰一下来，咱牛肉味儿，真劲道。关东煮连买这些东西，总共花了是64，酒店238。加几啊？这都叫什么哈？骑着自行车上酒吧。该省的省，该花的花。出差那50都嫌贵了，不是因为工作啊，咱正儿八经做的话啊，就得啊就不能省了。现在这会吧，他就是好吃，关东煮好吃，感觉住外边比住家里强。可能有朋友们说啊，为什么你不带着你们家老大呀？因为老大跟着我们去桂林呀。今天就两个哈，两个就不少。我是不是要是用这个壶烧水的话，你又得说我呀？煮裤头的，煮袜子的。那么小的壶能煮了裤头和袜子？就是小翟说的对，就那么小的壶能煮了裤头和袜子，我天天得烘着了我。你不是说放不开吗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真劲道。就那么劲道，难舍最后一滴。哎呀。这先给你了，这个泡面真乖。给你摘点光，洗完澡哈，那准备睡觉吧。那咱就睡觉，睡醒觉，明天早些去吃早餐哈。来，睡觉了哈。爸，我快走，吃自助餐了。好嘞。你真是包子嘞。你好大呀哈！来，弄点些甜食，些主食，弄点些菜儿，弄点些水果，还有一碗豆腐脑哈。来吧，我先吃过。馄饨，还有一碗馄饨。来吧，馄饨啊。老婆，这鱼皮怪辣的。
你知道这什么东西吧？煎的那个摊煎饼。老爸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说混沌？人家那是馄饨。啊、哦，馄饨，对，我发音不标准。嗯，老师。看谁走吧，反正自助嘛啊，自助嘛，你不信是对不起这个房间啊。把这个吃了。不吃了。我吃了200多块钱。我又要了一碗馄饨啊。嗯。这包括馍儿的。你信不信我一口没吃了这？我信。这就吃不上了哈，我给解决，我负责打到战场。那吧，再吃点水果就结束了哈。嗯。嗯。吃饱了。姐姐。嗯。我们收拾收拾，准备走吧。走啊。回去了，回家了。回家了。走了，完美结束了啊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走。